但找这样的女孩子时，找个架都难。哇，这衣服叠得不错啊！哎呀，只不过被我弄乱了，哎，哎，这衣服没叠好，没叠好，我来扔了。哦，袜子没洗，袜子没洗。哎，等等，你别乱丢嘛，等会我给你修一下。警告你一次。哎呀，在干嘛呀？都不接受你。你剥个栗子需要这么久吗？我不是在等你打完游戏吗？快进来吃吧，冬天的第一盘栗子。